偷吃。我哪次回家能不吃，都在这块吃完了。今年的这树莓果吧比较大，比每年结的都大，因为今年就是给这树莓也上了好多肥，嗯，所以说这树莓可甜了，又大又甜，每年没有这么甜，嗯，所以你就偷吃。嗯，每年嘛它不这么甜，就吃酸不搭的有股味儿哈，今年就是甜，嗯，所以吃的也特别多。树莓是个很好的东西啊，是这样的，领导，吃的多动的少了，都吃没了。哎呀，你就像今年那个草莓似的，好吃完大呱呱一盆子一盆子吃，吃了一春天带一夏天的，那吃够了，现在不吃了，秋天不想吃了。其实秋天草莓更好吃，夏天不好吃。但是一点也没动起来呀，冬天该没有吃的了。嗯，冬天吃姑娘，后院大棚的姑娘。那，啊，可不，姑娘该捡了。啊，大棚他们棚姑娘好几天没摘了。嗯，一会儿就去摘姑娘去，把姑娘给它放起来，留冬天吃。哎，我的草莓地还没整完呢，一会儿接着整草莓地，我去干活去了啊，不给你拍了。秋天的天气这个蓝，嗯，跟夏天的蓝是不一样颜色的蓝，我说不明白，这个蓝老蓝老蓝老蓝了。哎呀，大锤接着弄这个草莓池。昨天把这草莓树的根呢？哎呀妈呀！你别整树根再给整伤了。昨天把这边这个草莓池弄好了，这草莓也都，你看这个都缓过来了，那边还没太缓好。他要把这一块给它硬化了，就这个，这是一个苹果树嘛，和大锤塞下去的。这是树根。那个树根在哪？我就在这个苹果树下边，我俩给它做一点硬化。完了，那边那小池子就还保留，就直接就可以了。我得上那边去取砖去。啊，你上那边去取砖去，然后把这土薅出来，完把这底下垫上那个泥哈。垫沙子。垫沙子啊？垫什么泥？啊，行，垫咱家那黄土不也行吗？黄土还是要外面沙子，这是怎么给这留的？啊，那行。哎呀，可下是，你，那可下是反正，把那扔它了。打理出来，没有时间整啊。行，现在才轮到干这个。行，看这草莓多漂亮。这草莓的话，给这草莓老好吃了。你吃吧，我不尝，我都老尝了。好漂亮。这块地要硬化的话，也得去拉这个砖去，上那个院去拉砖去。咱俩一起，走。我骑车，我骑车。哎，你上来吧。我骑车，我骑车，我愿意骑车。上来，快上来。嗯。好。哎呀，你这还争分夺秒的呢。嗯，走吧。这天又快结束。那还不快？日子就是这样，着什么急啊？慢慢过呗。谁的日子不都是这样？时间是最公平的，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搬砖，得大概搬多少块？你有数吗？二十多块吧。两边都算好了啊。好。在这个院子搬了这几块砖回去，还有这手沾了这么多这玩意儿，看咱家院子啥都有，咱家院子老丰富了。走，有好多粉丝总是问咱家这个院子卖不卖。这个院子是我俩是留着种这个苞米和豆类的，这个院子是不能卖的，最起码现在是不能卖，还没玩够呢，等到玩够那一天呢。啊，是家铺上。我现在是青春少年，样样红。青春少年是样样红，你是主人翁。要雨的雨，要风的风。我这么厉害？我操！哎呀，你别注意点！哎呦，你老吓唬我，吓唬我都不敢骑。
要吃。哎，想我啊？大哥离老远就叫唤，哎，还想吃羊茶干？扇着翅膀欢迎。这小家园呢，一点点建设，一天建设一点，一天建设一点，哎，一年有一点变化，一年有一点变化，就像人一样，一年年在变老。哎呦我天！那园子一天天在变好啊。黄沙，什么烂泥浆？一桶不够啊！先来一桶。领导，你就是专家。这是摆上砖的专家。嗯，对，不管是啥，只要是专家，还能带上这俩字就行。你看那锤子都是专业的呀！你太搞笑了，领导！我刚说你的锤子专业的，这样啪一下坏了。那个大锤，那特意买的一把锤子，那是软皮锤子。他说有用，结果干活的时候还好多活上真用得上，包括拖这地也得用它哈。哎呀，你看这是。这是夏天时候硬化的，这现在连着这边接着硬化，多好！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一小块给铺好了，专门铺装。铺完了感觉挺好的，这块有点沉，大厨专家起来了，重新铺一铺。那不是村，这边还不能高了，这边不能低了，要不然这块还是积水啊。不带积水的，那这地下有水渗下来也行，那行啊，挺好。有那么多，有我那么多，扶着扶着就行了。把那个笤帚头子过来，划了划了，扫一扫。是，我去给你找一个笤帚头。你往前扫就行。这就是收尾工程了，这一小段就完事儿了。看看这活，只要是干一会儿就干完。那不干是总也不完呢。眼睛是懒汉，手是好汉。你只要干，这活就能干完。要这活你要看着越瞅越愁，越看越愁。哎，你别愁，你就慢慢干，都有能干完的那种。摘豆角，这朋友家的小油豆啊，都给我家吃了。今天咱豆角不好。嗯，你看看这小油豆多好，你看看，一给就给这后，哎呀，就十来斤十来斤的给，十斤八斤的给，你说哈？嗯。哎呀，这豆角多好，小油豆，他家豆角还今天长得非常好，你看这玩意儿哈。对，咱家的豆角是一点都不好。嗯。现在一般人家豆角都不咋好了，但他家豆角可好了，都落架了。嗯，大部分人家都落架了。哎，他家的可好，告我还能有呢哈。还能有？嗯，说了还有。看这豆角，这在城里买就这兜豆角不少钱呢，得呢。那是城里。是不是？稀缺货，在咱这现在也是稀缺货了。豆角吃不了几天了，就还有四五天该下霜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嗯，要一旦下霜了就完了。嗯，这那个南方据说现在还有40多度的地方，还有那么高温的吗？嗯，我也不看天气预报，我这一天忙的也不看新闻，也不看天气预报，还有那么高的温度的呢？对，刚才我看一下那手机。是吗？
四川重庆什么的，好像是那边吧，成都什么那边，武汉那边好像近现在还不太热，现在都是四川那边哈，不知道。哎，现在也是忙，也 不太关心这些事儿了，反正咱们这块是凉快。哎呀，不像原来在城市哈，看新闻，看那个天气预报，这些就看了，在这里不看戏本的一天哈。是啊。哎呀，一天忙忙活活。看见那个新闻吧，就是从那个头条上获悉了哈。对。就是、大部分都是在头条上就是获得那个信息就得了，就是说不看那个就是电视上的那个。电视。以前就是净看那个电视上的重要新闻，就那么获取这个。现在咱主要是看头条，百度也不看。嗯，我还想起一件事来啊，就是好多朋友看我们的百度视频，我们的百度视频那个都是盗版的啊，有些个问的问题不回答的问题原因，哎，就是因为那个是盗版。不是我的，因为百度吧，它这个公司很奇葩，就是说你原版在那一发吧，他说你这个那个，完了盗版没事儿，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发了。嗯，就现在，所以百度上播的我们的视频全是盗版。是，有的人就说你不回答我问题呢。我们的视频都是在这个头条、抖音上发的，西瓜视频。嗯，对，西瓜视频。就是百度就整不明白了，完还净盗版。哎，对，百度上面差多东西都是盗版的。嗯，咱也不看了，现在不看百度了哈。不看了，这个公司很奇葩。嗯，挺有意思的。一会儿呢，就是把这豆角给它打抄冻上了，完了再煮点玉米，玉米我都扒完了。啊。嗯，这天也黑了。那个现在黑天都早了，晚上六点就黑了，呵呵，是马上快要进入猫冬的季节了哈。对，哎呀，喜欢过猫冬的生活，这个现在夏天生活我不太愿意过了。其实要总的说来，我还是个懒人吧，应该是哈。夏天生活不愿意过吗？你看这不就是懒人吗？东北猫冬可有意思了，那人们就以为那个天冷这个地方不好，事实上呢没有。那个猫过冬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